怎么动呢，奶奶哟？碰到了鸡走。我只量身体。废了。两个月。就废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怎么样呀？我好得很。我好得很。我可能有白费。那就完蛋了。今天跟我小叔啊，陪我奶奶来医院检查身体。这奶奶年纪大了哈，80多岁了。这两天说腰疼啊，疼得厉害。刚才啊检查了一下，好像是那个肾结石吧，好像是。现在年纪大了哈，那个肾结石好像比较大，又不敢睡。还要拍个 CT， 现在在等结果哈。刚才拍 CT 的时候碰到我老表了，鸡总啊，他也来了。这两天他咳得厉害呀，咳了2-3个月还没好。今天估计来检查一下，啊，拍个 CT， 看看啥毛病。我奶奶现在 CT 拍好了，要等结果，要等1个多小时才能出结果。在医院折腾了将近一天。又是拍彩超，又是念这念那，估计要忙得好晚。我奶奶说想睡觉，现在可以先休息一会儿，睡一会儿，等到时间了我再去跟她拿结果。去车里面躺一会儿，上年纪了要睡觉，要睡一下。嗯，午睡要午休。嗯，车里面暖和。嗯，这我奶奶的小儿子，小儿子文化高一点，没知识就来医院。好了，在医院折腾了一天，这老人家年纪大了，啥毛病都有，就是那个肾结石哈引起的那个腰疼。医生说不用吃药，不用吃药，他说多吃白骨，多吃白骨啊。我以为你吃药去了，哦，没什么大事哈，要多吃点排骨。这有没有准呢？啊，居然不用取药，说多吃点排骨回家，那就没什么大事，应该回去了。哎，一回来我家贤妻就在打扫内屋啊。贤妻，嘿，乱七八糟的，乱七八糟怎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才有家的味道。贤妻，我靠，看现在看我都没有笑容的，给爷下一个。下一个100块钱，哇，我嫌你看不上这100。行了，你这行了，什么叫朋友？他让我嫌弃啊！滚！你看，我一回家，我老婆就叫我滚，这混得太悲哀了。老滚呐！滚！完了，我去饭局，拜拜。要帮忙吗？不要啊，不要算了。下下下，这么高危险动作，怎么能让你来？来，下来，我来。快！不用。我来。家里是有男人的，你别搞得没男人一样。没男人吗？没发现。没男人吗？没男人，我就是男人。晚上你用的时候，你怎么就知道叫我了？下来下来，这个我来，别摔跤了。你看不上你擦的。哦，你看不上我擦的，那我走了，我吃饭去了。哪有饭局？啊。哪那么多饭局嘞？没办法，朋友多。那来了找我吃饭，那我不得去啊。那这个美女吃饭吧，还是帅哥吃饭？美女也有，帅哥也有。你就说吧。嘿嘿。有美女的话跑得跟放猪似的。没跑吗？这么僵。这你小心点喽，把我桌子踩散架了。我还以为是把我摔跤的人，我还合着我还不如你那张桌子。我老婆最能干了。少这虚伪的话。那你好好干啊，拜拜。